台视主播刘奕涵和张宁一起主持2023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的抢先看及幕后花絮，而外形文静甜美的张宁则透露录影前最想见到国民姐夫 Akira， 然而果然真的圆梦了，他以小粉丝的心态认证 Akira 真的很帅又有礼貌。然而他也分享，在小巨蛋明星回廊见到林志玲用背巾背着小孩甜蜜的跟着，刚结束演出的 Akira 离场并亲切和大家说拜拜，一家三口看起来相当幸福。其实自从林志玲和 Akira 回台后，两人陆续现身记者会也大方聊婚姻生活，让大家都非常好奇，升格人父人母的他们合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只能说张宁真的太幸运了啦。